其实我不是修理音量的。你不是？我妈妈一个笑话讲哦，一年换24个头家啦，想要吃买个哦，搁早早。那你讲，你的工作无安定性？是啊，我嘛是要找一个工作吼，好好安定落来。你想要换工作吼？啊，你想要换什么工作？我可未想到呢。那呢，我替你介绍工作。你要替我介绍工作？嗯。你要替我介绍什么款的工作？你带我去，你稍等就知啊。董事长，你来呀？你是要坐？董事长，安尼无你只车坐好不？啊，好，加油！你坐啦。小辉啊，嗯，这间公司就大金就气派呢。啊，你呢？实在是董事长啊。啊，是讲这间公司是领导的。等下你就知啦，你先坐啊。李白，董事长，阿爸，阿未通报，你就伫来，安尼无礼貌啊哈！我来看阿爸，阁有需要通报。你，哎，我实在哦，是无你的话啦哈，真难得哦，今日什么风甲你吹来哈？看你心情这么好，我哪有？嗯，看你欢头喜面哦。还阁讲无，一定有代志吼。阿爸，你敢阁会记得顶家我咧讲迄件代志？什么代志啊？就是有一个人甲我斗三工啊，我已经找到啊。哦，真实的哦。伊是一个修理音响的师傅，真拄好呢。厝内音响拄啊歹去啊，我就敲电话叫人来修理，想袂到竟然就是伊。阁较拄啊好的是，伊竟然就是我小学的同学。遐拄好，遐真好啊。嗯。所以我就想着啊，阿爸，你又讲要栽培伊啊，我都还袂开嘴，想袂到伊就讲伊想要换工课，所以我就甲人带过来啊。阿姨，即马人呢？要回医室。我过去看麦啊。你留伫遮就好，莫回来。是安怎？你甲带来，我总是爱看伊人品安怎，好甲安排啊。啊，假使你若回来哦。一寡代志无方便啦，嗯，讲了嘛有道理，啊，不过阿爸，你袂用甲人祖宗八代拢学出来哦。我知影啦，你放心嘛，你好好留伫遮就好啊，哈。嗯。多谢你帮助阮小慧啊。小慧是我的客查某囝啦。我是这间公司的董事长，我叫王志良。安怎？安怎？你叫王志良？这世人我上恨、上讨厌的人就是你，我上不愿意看到的人就是你。你若半暝喊我，我梦见的时阵，我会想起真正的人。就是忘记你，少年人，你的火气哪会这么大哈？你今麦到底在讲啥？我拢听无的。听无？十几年前，伫遐一个查甫囡仔生伫宴会顶馆，你是安怎糟蹋、侮辱一个查甫囡仔？你甲侮辱讲伊是贼啊？你哪知影？敢讲你是？我唔对，我就是个查甫囡仔。喂！啊！弟弟啊，你干？志勇，你的钱包在哪里？家？你偷睇啊！我无啦。弟弟啊！你把阿姐的衫弄垃圾去，阿姐无生气。要唔过你偷提钱，这就是唔对。啊，唔过我真的无偷提啊。
哦，原来你就是迄、那个会偷摕我的钱话，我请的唔正经哈。你卖侮辱我！朋友的囡仔，你讲伫餐厅，我明明听到迄个查甫囡仔叫你妈妈。那是因为林先生因某生这囡仔时阵难产来过身，啊，这囡仔阁细汉，我来斗照顾，啊，久了感情，囡拢叫我妈妈。你有老爸啊？即马连老母嘛有啊？吼！你讲这句话啥物意思？敢讲唔对？恁老母是毋是叫林素华？是啊。恁也知影？素华。你不但甲迄林文辉同居，而且你嘛结婚啊！你讲啊！你提起妈要创啥？没见笑，凄凉。安静了，你想没见笑？你又想没见笑？你想没见笑？嘉颖，嘉颖，你坐下啦！别说，小辉，安静了，给我给我一点反馈。哎，安静了，嘉颖，你卖怕了？我来讲，这个人。我等下就进来，我不可能来这上班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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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志勇，我们可以上班，王志勇。阿爸，办起来，实在是真无简单嘞。为搞个印刷、排版、翻译，但拢要家己来。人伫讲哦，办事的起头难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踏出这第一步。袂认得我的吼，了不过你的形影，我拢会记的。是啊，我感觉你真明显。十三年前，我捌讲过，细汉啊偷板布，大汉就偷牵牛，到时阵杀人放火，你后悔就袂赴啊！你敢袂记？你迄当时是安怎讲的？你讲你家己囡仔家己教死，唔免我来管。啊，结果咧，十三年前我讲的话哦，全拢应验啊啦，敢毋是咧？加油，家己管啦。伊伫我的公司拍我，我有认证。即马，我要告伊伤害。是，囡仔人哦，较冲动啦。什么囡仔人？伊今年几岁啊？哈，二十几岁少年人呢，怕我这老的。啊，你即马一句，伊较冲动就叫我原谅伊，啊，卡说伊若杀人放火咧。放心，无安尼严重啦。我唔管有严重，也是无严重啦。我坚持要提出告诉。你看卖，这么好的少年人，哼，卡在拢无案底，卡说你若故意，以后会变安怎做啦？不是，算我给你苦情，算我给你拜托，
我希望你这趟原谅伊，伊这摆若原谅伊，等我一定好啊，甲死啦，好不好？我先一口气吼，我吞袂落啦，我无可能会原谅伊的啦。哼，王先，你到底要安怎？你才要原谅伊啦？杜飞，杜飞先生，叫伊妈妈来报伊。杜飞啊，你老爷来了，来，坐啦，坐坐。我想你这阵也较无闲啦，啊。你出版社怎安怎？拢顺利无？有啦，拢有照这计划进行。啊，安尼真好。安那，日子看好未？但是要开业。还过一阵啊。啊，有啥物所在有法通斗三工的无？啊，咩啦？文女啊，你今日怪怪的，讲话还吞吞吐吐。可能是你都袂安尼咧，是不是出版社有问题，真困难了？啊，我有甲嘉佑讲啊，讲叫伊去遐去斗三工啊。我都是为着嘉佑才来啊。为着嘉佑，你嘉佑想安怎？嫂，你先别生气，别激动，我这边甲你讲。你跟我讲，到底是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嘉佑敢拍嘞？伊敢拍？那变个这么好打，这么暴力着？嫂啊！啊，即马有拍迄人，即马安怎啊？嘉佑敢报一棍嘞？啊，迄人无呐？靠家仔。阿姆哥。阿姆哥。迄人未够嘉佑。未够嘉佑。大家回去嘞呀！啊，无以后为咱陪咱就好啊，那就啊，那就够嘞。唔肯啊！哎呦，我干你报一句尔，代志敢有这严重？有人讲，除非，除非你去甲报。对好，我去甲报，为什么嘞？好好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我来去，我来去报。老公，你到位啦？是你？我唔对。伊哪来遮嘞？要告迄臭小囝的人就是我。啥？你要告伊？我唔对。我有话要甲你讲。恭喜你啊！你已经跟伊结婚了，对无？啊，若无，伊个少年人是安怎叫你妈妈？你免骗我，我只是讲伊个爸母尔。伊竟然出手甲我拍，你就疼伊哦。你是毋是把所有的爱啊，拢藏在伊个心上？所以。你袂记，阁有一个英杰甲慧君啊。慧君，我真久无看到伊啊，是毋是英宏见一面嘞？啊，阁有英杰，听讲伫美国转来，我嘛就是要看伊一面。免，我早就甲伊讲过啊，慧君真是无伫我遮。当初我叫死，你甲藏起来。叫死迄查甫人的查某囝，就是慧君。后来你甲我讲，迄毋是。到今嘛，
我也要胡军的消息。那讲到英杰，我看就无需要啊。伊即马是在放荡囝，连我这做老爸话，伊拢无伫听。那会变到安尼啊？我才要问你，是安怎会变到安尼嘞？你毋是甲我讲，你是替人在顾囝，那是安怎人会叫你妈妈？敢讲你要甲我讲，你甲伊无结婚？结婚无结婚，甲你无关系啊！敢讲，你也要甲我讲，你无讲结婚？当然我还袂娶，还是因为……因为安怎？我无必要甲你讲。你甲无伊讲，就要我出面，你才无要过迄个囡仔心。无对，我甲讲，只要你出面。我就撤销告诉。啊，即摆我已经出面啦，你是免撤销告诉啊。安怎？迄个林文辉对你感情是这样重要？你即摆是乌白讲啥？我乌白讲啥？你为着伊来我家要求我放因囝线。我跟你讲，我做袂到。志了，你敢知影嘉佑不是文辉的囝，是咱的亲生后生啊？你敢知影？迄个少年人真歹底，不是好命的。应该哦，爱甲关起来啦，让伊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安尼伊才会当悔改啦。袂用的，我叫伊。原谅伊这一摆，我甲带回去的话，甲教死啦！你要甲教死？你真牛啊！你专门伫教死囡仔啊！敢讲你甲伊结婚这么侪年，你无生半个，还是？我未生。我骑公轮车，无拄着半个乞丐，实在真严重。伊是我一世人未生啊！伫我破病这段时间，倒眠床真久，喊遐半身不遂，较无喊遐未走路的时阵，拢是文辉伫身边照顾我。迄段时间，所有生活费、甲医药费，拢是文辉伫甲我处理的，所以，你为着感激。才嫁予伊，其实你无爱伊对无？有爱伊无爱伊已经无重要，即摆上较重要。你放迄个囡仔煞好，还是讲拜我甲你跪？好了，既然你都开嘴了。你人嘛来啊，我嘛看到你啊，我讲话算话，我无要告伊啊。多谢你。杨哥，这唔正囝，你要好好教教是，伊的脾气足大的，伊以前佫有偷摕我的钱，而且，不，伊唔是你讲的安尼。不是这款囡仔，加油！伊安怎？志了，伊是你的囝，你知影无？我，就算讲我袂用予加油甲志了来相认，也毋过我嘛袂用予伊变成冤仇人啊。伊安怎啊？志了，你对我讲，这个囡仔真歹，真无受教。啊，那安尼，我是能拜托你一件代志。你拜托我的代志，我拢答应你啊。你即马要拜托我啥？你就讲，我绝对答应你。既然我无法度教囡仔，还免教囡仔，我想讲，是毋是应该这囡仔
放在你的身躯边，让你来驾驶。素华，你讲这句话是超过伊来气我的哦。你给我管家，我前某翁的囝，我王志龙算啥哈？无可能啊！我无可能会答应的啊！你拄仔才甲我讲，我前面要对主阿讲，你绝对答应我。啊，你即摆讲话无算话，啊，你敢算我男子汉大丈夫嘞？还是讲你根本就无信心，无这把握？我毋是无信心，我毋是无迄个把握。我捌长无遐阔，林作华，假使你若要甲我糟蹋，你当面甲我讲就好啊，无需要用这招来为难我啦。我毋是要糟蹋你，我即马是伫拜托你。好，既然安尼。出面，都让你妈妈去解讲，我相信一定有结果啊！阿姐，我唔敢去告我伤害，我只是惊我妈知影。你惊你妈妈知影？你哪个敢怕？我为什么这么冲动呢？阿姐，我怕的是有理由，你知无？伊不让我偷提钱，不让我偷货车，这件代志我一世人拢袂记。我一世人上恨的人就是伊啦。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件代志气到这嘛？加油！咱做人唔通这么戆巧，知无？我妈妈伊敢会来？我是希望讲，伊会当替小告诉我，家己来转啦，莫叫我妈妈来。我妈妈伊也是看我手铐伫咧遮，我听我妈妈伊会伊。妈。少华，囡仔是有较冲动，啊，不过你嘛无安尼啊。主持问到即嘛，你连一句话你都无讲，囡仔嘛跪你的面头前啊，你也唔插伊。妈，你怕我好无？你骂我好无？你每日拢唔爱讲话啊，妈。我要安怎怕你？那你也大汉啊，是够大，汉照顾这么好，我怕你，你袂听我手煞会疼，我要来拍会发的，叫我骂你，我骂你有好心，你敢听得落？你敢会照做？家你妈这边听那边跟我出去，我讲的话你跟我当作一回事嘞？我老啊，我年老，我真憨蛮。我无法度嫁囝，我真无路用。妈，妈，你莫甲我叫啊！阿你妈，你讲啊，伊安尼讲，别怕我，伊骂我搁较艰苦，妈，你怕我好无？你骂我好无？妈，别叫，你骂我，别叫，别叫我。素华，素华，今仔是咱的，今仔做了唔对代志啊！我希望你有讲，莫骂妈，加油，像你乖卡，我相信
伊袂做歹代志，这点我一定会甲保证。错啦，敢讲你无相信家己囡仔哟？也毋过，迄个小王嘛真过分，可以有钱，有钱就不要有钱就大声。十三年前，佮我讲伊会做歹代志。十三年前，我的命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是啊，这件代志啊，我才慢慢讲给你听。加油，讲怕是唔对啦。也毋过，我赞成，因为迄个姓王的真正是欠打。吴如意，你哪会当安尼讲？你敢不知迄个姓王的？伊是，伊是我拜托伊足久的，伊才肯帮阮加油煞啦。你好嘛，拄着，我也袂解过。吴如意啊！囡仔，你唔捌代志，阿你甲伊同款。傻，我怪家玉这样生气。假使我若较少年，我咪甲伊拍。好啊好啊，唔咪甲伊生气啦吼。妈，起来啦，搁跪遐创啥？静啊，刚在咧哭。妈，你给我买个那个，你咧哭了。是的，妈，我别搁再我咧伤心啊。别搁再我伤心。你这句话讲过几遍啦？啊那安尼，就即马开始，我讲话你要听无？阿凯妈妈讲的话，我拢会听。哦，就自即马开始，对外口，你绝对别讲你是我林素华的囝。妈，你是安怎样？我是做唔到啥啦。现在你要讲我唔是你的囝？起来啦，起来啦！我话你当大面头前讲你是我的囝，我唔是讲安尼，我就无爱提你这个囝。我你有一天，那出头天的时阵，在你正人面头前大声讲你是我林素华的囝，这是为什么啦？过去。你敢不是讲，弟弟安尼无老爸，拢予人安尼甲你欺负，就即马开始，卡苏人问讲恁老爸是啥，你就爱讲，恁老爸是林文辉。妈，不要叫阿叔爸爸，这是无要紧啦，但是你是我的妈妈。凊彩啊。非得爱跟你讲，你就是林文辉的后生，林文辉就是你的阿爸，知无？我先可以叫阿叔爸爸，啊，不过好啦好啦，莫问遮济啦，你就听我讲完煞啦。啊，搁有哦，明仔载开始，你就去王志龙遐上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叫我去遐上班？我不爱去。你敢不爱去？妈，卡叔，你要叫我去，除非你把我的双脚讲好断啦，我无可能跟这个笨手做伙，搁再讲去伊的公司上班。你点去？拄好人家讲我讲话，你即马开始袂听，哈？我跟你讲，你若无去，你可是不好，你是把我搬出去，我袂你搁倒转来啊！妈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啦？我为什么啦？我爱你去给我解忧啦，遐嘛是我给拜托的。妈，
安怎？安怎？你讲啊！啊！我答应，啊，不过我唔敢保证讲，我袂甲伊发生冲突。你就是袂应该发生冲突，你知无？我安怎教你的？你都爱忍别人袂使忍的。不管那王先生安怎教他你，安怎甲你警惕，你拢爱忍落来。你爱好好教伊学，你知无？我既然答应妈妈，我都一定做会到。妈，你放心啦。我安尼哦，拢想会到讲，我的囝相信予人安尼搞掉，去关警察局。你安尼知我看到想到偌酸，我安尼啊艰苦嘞，我唔甘嘞。妈，好啦好。家就去洗洗，我等下出地干面做你吃。我这样。是我无得讲，要唔过你为什么要害去王氏遐上班？为什么派到我遮？文慧，我受苦种的啦，因为王先生。嫂，坦白甲讲，你是不是跟恁老爸？事实无重要。上加重要就是阮家有这个脾气吼，个性真倔强啊！我想要去王先生遐吼，回来改磨一下，看会改变无？啊，若是去你遐上班，你这么受伊，这么啊信伊，去上你就袂用的啦。又是你的囝，所以我听有热心。既然我无要教好，我就做老师的。我感觉我才失败，我才憨憨。你花二十几年时间，我都无改教好势。我哪有才调，即马甲改变？我无迄个意思啦，你莫自责。既然你安尼讲，我就去找别人来甲斗相共。你知阿母安尼做，就是要你甲恁老爸做一阵，予伊甲你个性小磨下一下。等有一天，我会将你的心事讲予你听的。安怎啦？袂用的啦。英杰，你敢知伊拍是我的老爸，是你的客爸啊呢？我知啊，我就是看阿爸面臭臭，我才唔敢开嘴啊。英杰，这件代志，敢那你会当出面啦？你若唔出面，我是要安怎？小慧啊，你当是唔知影，平常时我跟阮爸常常起冲突，而且我甲伊感情嘛是讲真好。假使讲我这件甲你斗相共，将伊爆出来，伊若知影，一定会足生气的。哦、啊，
那安生都无人会当报伊啊。英杰，你知影无？伊是我的温情人，嘛是我的同学呢。那呢，伊……伊无代志啊。爸。爸。你放心，我无要告伊啊。真是嘞，阿爸，你真是无要告伊啊？我不但无要告伊哦，而且我阁照你的心愿做啊嘞。照我的心愿做，是啥物意思啊？明明开始哦，我叫伊来公司上班。真是嘞，阿爸，多谢。我先来走。小慧，你去倒？我已经讲一件好消息啦。小慧，小慧。我讲是真还是假呀？是咪真的还是假啦？你不但无要顾这个物件囝，而且你可以来咱兜的公司上班哦。安怎？你有意见哦？我当然冇意见啦。你无看小慧对伊遐尼啊关心？如果安怎？我不准啦。你不准？啊！即马是你做老板还是我做老板哈？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，那么你讲一个理由给我听看没？这根本就无道理啊！好，我讲一个理由给你听，就参照你讲的啦。迄唔正囝，足歹教事的，我就叫伊来公司上班，好好甲磨。好啦，既然安生，对明仔开始，我嘛要转来厝里去公司上班。你要回来上班，你为美国回来的时候，我叫你来公司当三天，你不肯。你说来家己的公司上班会伤亏我啦，要家己出去打拼啦。啊，现在你在外面有一间公司啊，你是怎样又要回来公司上班的？我现在想清楚了，我想要来家里跟你当三天。那嘛好了，那是安尼，我就欢迎了。啊，不过你要为既然做起哦。好啊，无问题啊。啊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甲迄个唔正囝，甲安排做伙。那是因为我今仔就来公司，甲我迄个朋友讲，讲我今仔甲伊合作的生意，先放互伊家己人做。好。英杰要加油，做伙上班，安尼嘛好啦。淑华，这两个白白拢是你的情人囝，一个是我王志龙的囝，一个是林文辉的囝。看是我的囝较敖，还是你的囝较在情？阿姨，真好哦！哇，这大汉啊嘞！愈来愈水啊！哪有啦？有，那位也是大美人咯。是假的。阿姨，你安尼日光而乐，哪拢唔知要讲啥了？那阿姨，你看，这是要送你的，代表我一点仔意思，一点仔心意。你送我哦？啊，人来就好啊，搁才搞礼数对。好。来，坐啦，坐坐。谢谢阿姨。阿姐，你有真久无来啊？呢？嗯，系啊。阿芬，遐坐啊，坐啦。嗯。无啦，我着最近吼出国去读书，所以我一直无看到阿姨。要毋过吼，我虽然人伫国外，我还阁想阿姨你呢。吓。嗯。我嘛则想你个哦。安尼，啊，像讲安尼安尼，我则问阿芬讲，你真久无来，啊，阁有哦。阿芬讲。迄个母亲节，你阁交一个礼物，你来摕给我诶！哦，真歹势，有你破费呢。阿姨，这是应该啊！我若想到我细汉时阵，常常来恁家许你照顾，你阁煮足侪好食诶物件给我食，当然感谢阿姨嘛。你爱食上好啦。阿芬啊，啊
你敢那囡仔有心事吼？你在想啥？姨，我感觉你想偏心。对啊，你看穿下来吼，都欢喜到安尼嘞。我伫叫时吼，你上疼我，那把我当作你的查某囝嘞。结果哦，你是把穿下当作你的查某囝。阿芬，你阿玲姐来跟我食醋啦。我当然爱喊你食醋啊。你想看卖哦，那姨人真尼好着，我外希望哦，伊做我妈妈。佮讲穿下，你已经有一个妈妈嘞，你哪过来喊我抢妈妈哦？拢免唱免唱，恁拢做我的查某囝，我当做我的亲生囝，甲你笑苗苗。啊，对啦，哎呦，加油嘞！那我无看到伊的人，出去啦。哎，若早你来吼，一定足欢喜的。阿姨，我感觉我甲你加油跟阿芬拢真投缘呢。我想着我细汉的时阵，伫恁家互恁照顾，李老师伊佫教我读书。就是安尼吼，我细汉的基础有歹了知，所以我们才会当顺利考入大学。我伫美国读册时阵，会当喊你啊轻松，这拢是林老师的功劳哦。是，你莫阁讲哦。我爸爸吼常常讲我无出团，伊讲哦，伊教侪学生都爱上无路用。啊，即摆你阁讲这件代志，确定阁骂我个妈臭头。对啦，林老师吼已经退休啊，即摆吼。哎，准备出一个出版社哦！真的哦，哎，跟外婚，你也婚？是啊，我伫大学吼念的是中文系，而且我阁攻读版面设计。我还想讲，我对这行一直拢做有兴趣的。啊，你敢无去找头路？我打对国外回来无偌久，要不要找一个头路啦？要不过，总共李老师伊若是需要我斗相共的所在，我一定非常愿意哦。安尼好，哎，上好呢。尊公吼，你也来我爸爸出版社上班，安尼我就有伴，恁定定做伙出去佚佗哦。哎，迄是要去上班做事呢，唔是去佚佗啦。